那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即将出场的下一对梦想新搭档阿鲁阿卓和山峰组合，有请。这么多的前辈和老师和实力的唱将，还是很紧张，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的组合，山峰组合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表现得应该是比上一场好。
唱开这首《生如夏花》，如果打动了你的心灵，请为他们点上一赞，点赞。还在增加，还在增加，还在增加。在我们的音乐停之前，你都一直可以为他们点赞。哇！给我们这么大压力。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后面再多两个呢。时间到，谢谢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统计啊，阿鲁阿卓和山峰组合。306赞，谢谢大家。他们为孩子们拿到了153,000元的公益基金。再次谢谢阿鲁阿卓，谢谢山峰组合。